如果没有的话，那等一下就是我们就要可能就要从头，就是从头再跑一次。然后我就照着他的那个攻略来跑这样子，嘿，我就直接照他攻略来跑。我们先看一下比较早的结局有没有可能，像这一个小时的看有没有办法，就是还没有点火，我们看一下1个小时有没有还没有点到火的。好像应该点了吧？哎，还没有点呢。哦，还没有点。好，那我们就直接看这边开始要干嘛好了。忘记这边要干嘛？好，去考吧。我们这要干嘛？糟糕，从这里接完全不知道干嘛，怎么办？死定了！从这里接就完全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哦，储物室。点火它会狙掉，对。你可以拿柴，但是不要点。对，重点就是你这边拿着柴，但是不要去点。之前我就是。就是白痴在那边点火，然后就 GG 了。好了，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要怎么解。我就看攻略完哦。我先讲，我这边大概就是看着攻略玩了。因为他那个热胀冷缩，他就膨胀爆掉了。就是他加热之后腐败加速，然后就死掉了。对。好，我现在重点是我要看一下这个地方，不好意思，然后那就要够一点时间。OK，好，我知道了。好，这个先捡起来好了，还不能先捡。197208嘛，我记得。然后，OK。哦，这边可以，这边可以打很快哦，所以这边其实很多都先不用调查。安安，为什么有沼泽呢？啊，不是有池塘呢，稍微去看一下吧。找个攻略跑吧，加速。我们对话就全部不看了，我先讲哦。我们对话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就全部跳过了。就是如果等一下那个他没有死，哦，没有没有没有，没事没事啊。等我一下哦。
好，没有没有，我刚去那个弄一下我家厨房的东西，没事没事。哦，没事，反正都过了啊，就直接，我们就直接加速吧，对啊，没差，就加速过去吧。我们来看一下死了没有，应该是没有死吧。那我们来看看，哦，他又出来了。你看没死齁，你看没死。萨木伊，还是好冷，不能点火就对了，点火就狙了啦。好，闪人了。安安，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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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我们就继续去那边探索吧。哎，不去，我要干嘛？哦，我要假崩，我想起来了。没有讲吧？可能等一下才会讲啊。喂，起来了，做早餐了。哎、欸，这是那个嘛，雨涵的嘛，对不对？哎、欸，就雨涵之前那个账号是为什么 GG 的啊？我还蛮好奇的。没中文，看，但没有中文，没有中文，没有中文。好，去别管吧。反正现在也不会有口头翻译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那个了，已经大概过了啦。你可以叫他复原吧，那个停用账号，如果你是不小心按掉，不是被崩的，你应该是可以叫他复原的，应该是可以的。有点惨。其实我们之前跑的很多顺序都不见得是正确，就是了。对。灵救我！对啊，这是他的意识啊。呜、哦，扭过来了，还我，还我，还我！Hmm.
喂，起来了 哦，就跟你说啊，你的念能力还没练好，就不要随便乱用。你看吧，抽出过多的念就会昏迷。我知道了，我不会再乱用了。你看看，我练了这么多年，也不过就可以练到肩而已，你懂吗？再多修炼吧，你。是。到底为什么我的念能力不够呢？好，我要继续的努力修炼才行。我们回去修炼一下念能力。哎，我记得是不是要回去看邮箱？我记得这边好像回去看邮箱的样子。怎么样？你躺在病床上，你的小指上的那个线没有破，看来你有好好的在修炼你的念，看来你没有在用你的念呢。好吧，这边就这样了，那就继续去二楼吧。啊，等一下，走这里吧。呜溜溜溜，滑下来了，去拿抹布。就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我们刚刚跑两个结局都没有讲明，都没有讲说这个到底愚人是什么。可是我们现在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人为的，根本不是什么诅咒，也不是什么人鱼。但我们现在只能知道这是一个人为的事件而已。我们现在只知道是一个人为的事件。蔚蓝八方世界什么鬼啊？好了，记录。真结局应该会讲清楚怎么一回事的，对啊。这间没有东西，我记得。哦，对，要调查这个，然后下去。不知道呢，阿哉，现在其实就是他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讲明啊，对啊，这个其实是要解谜的耶，我这里是漏了一个啊，我这里漏了一个线索，还不能解，啊，我要先回去看那个小朋友房间的线索，我那边要解那个，还能解这个，好吧，好了，也合理啦。他这个还是有设计成说你必须要触发事件才能够调查的那个一些条件，不是小孩子房间是哪个？这个吧，哦，六六六六六六六。
可爱你个屁！快捡到了！还好啦，第二轮我已经没有什么声音了，好不好？第二轮跟第一轮差多了呢。你们要去看那个重播，第一轮比较刺激，第二轮基本上我玩起来都很淡定，就跟喝了淡定红茶一样的淡定。欸，现在我们可以一次收剩下两个，我们现在可以一次收剩下两个，对。欸，可以，就是对，因为。因为剩下一个是差在青太郎有没有死亡，那青太郎死亡是在最后分歧那里，所以等一下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分歧那个地方，所以等一下是可以一次解决这两个。这边要干嘛？我有点忘了，是看这个吗？不是。这边有事件吗？应该是有啦。好，看这个日记，然后，哎，对，没错，哎，可是这次应该不是，对，他以前的经验没错，是这个主角会有心理疾病，可是这一次应该不是，对，哦，拿棒棒，对对对，忘了，对，但是这一次应该不是心理疾病。哎 ，Lucy 班。他前两座都是 Paranoiac 跟小 Y， 都是有点心理疾病 的作品，对。可是这一次一定不是啊！啊，这次比较特别，这次主角是有念能力的，对。这次主角是个强化系的念能力者，然后他就是会遇后期会遇到一些敌人会用绝，然后就会比较难以处理，不会不会。人鱼出现过啦，出现过啦，我们刚刚已经回收完一个结局啦。特质系应该是邮箱吧，我想，对吧？你看 ，Utah， 看这边不一样了哦。本来就是那个他会 GG， 这边本来那个邮箱会 GG 啦。如果点火的话 ，Utah，Oh my Coco Day， 南西 Day 他哟，你在这里干嘛？南德，干嘛？我在这里看护他。啊，为了不让他恶化，所以一直在这边看着。Yuka gara hanareru， 你走开！啊！我叫你从邮箱旁边滚开。林，どうしたんだよ？怎么啦，林？なんでそんなに壊れてるんだ？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呢？疲れてるなら少し休むといいがいいぞ。你累了的话，就好好休息一下也好啊。うるせえ、いいから。反正听好了，反正狗从上面闪开就对了。Oh my， キモいんだよ。你很恶心。昨天开始就怪怪的了。なんだだよ。你说什么？イライラしてるから、我的あまりだろ。本当，那就看不太懂。反正就是说你们女人啊，就是这么烦。どうして？
Yukami daina nare nainada，为什么你就不能像邮箱一样呢？像他一样干嘛？他很正吗？他很棒是吗？啊，Use，你赶快从邮箱旁边走开啦！どうして Yukami daini？为什么像邮箱一样？こうやってきれい？为什么不像邮箱一样这么漂亮？おとなしくならないだ？为什么不像邮箱这么得势大体呢？啊？嗯？どうしたリン？怎么啦リン？ちょっとこっち来いよ。来，过来。大丈夫、何もしないから。放心，什么事都不会的。熊哥，不要。乖，听话，过来。熊哥，不要。熊哥，Oh my！那你看开了，你在想什么？你在开什么玩笑啊？你这个混蛋！ほら、またそれあった。你看，你又来了。本当に可愛くない女だ。真的是一点都不可爱的女人呢。安安，迅影。啊，口技可以，过来，听话。在口头上提干带，你没听到我说的吗？哭着呢，不要跑。喂，お前何してたの？在干嘛？僕は開けるんで、快开。おい、開けるよ、快开呀！ここただって三台でつもりか？你是不让我出去吗？ここはないから、我不生气了。来，开门，让我看看。给我开门！你个混蛋女人，快开！不行，又踩到鸭子，完全疯了，怎么办？怎么办？伊兹卡拉，怎么办才好呢？伊兹卡拉欧加西古纳达，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奇怪的？话，伊嘎，欧菲利亚诺伊嘎，欧菲利亚的话。对的，他刚一直在看画，Sota，一定是在看画之前还蛮正常的，那就说画是原因哦。嗯，可搜难打西啊，总之想办法吧，把画打掉就对了，对不对？我靠！看他用什么东西打的？他刚什么东西打的？他刚的哦，那个棒棒。二楼应该还有画吧？还有，喂，哎呀，还有吗？他是看了画才变得怪怪的啊。再来一个。口袋大三不开，这就是全部了。哎呀，确实旧馆还有一个，看看还有一个，再换一个，去旧馆，好远的啊。错边了，靠北。旧馆那个在哪里？哎，旧馆那个在哪里？有人记得吗？旧馆那个画有人记得在哪里吗？啊！哎，八嘎，八嘎，八嘎。到底是合适还是二楼？楼上吧，楼上吧，比较多人讲楼上。哦，干，狙狙，哎，干，你刚明明就没有进来，
一喷谁？一喷叫啊！你不能这样讲啊！之前败王被表过啊，之前冬夜在玩那个某 GG 的时候，他就去关窗帘了，然后有一个某 GG 就莫名其妙蹭啊就蹭到二楼了，蹭到他旁边了，然后我们冬夜就 GG 了，那个超好笑，你们可以去看他的那个重播，我都无聊都会开来笑一下，我觉得好好笑。书房吗？哎呦，中计了。对啊，还是关窗户那一段。哎呀，又走错了，还是在那个图书馆。哎呀，哎呀，哎呀呀，神回避！哎呀呀！可以吧？啊，这样一个，哎。对啊，冬夜贴了，我觉得那好好笑，那超好笑的。解决了，哎，他怎么不见了？哎呀，又重伤了！看你是白痴吗？这样都可以抽到自己？哦，没有，那肚子本来就红的吧？吵死了，苦受压辱，那你还得你在干嘛？猴子你，哎，啊，我被熊太袭击了，啊，说了一些蠢话。就说，我没有在骗人，真的真的，你看这家伙就拿着菜刀就这样倒下去了，啊，昨天看起来就很奇怪了，一定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那你才会变这样的。北竹尼咪带打他，看起来就像别人一样呢，啊，可能是像他学那个吧，他可能学那个叫什么来着的，那个华豆十郎一样练的那个放出戏啊，练的放出戏，还有操纵戏啊。那样子的，他还说あんな状態の油卡のこと綺麗だ言うだ。他还说那个样子的油箱很漂亮啊怎么样？怎么看那个样子油箱都不漂亮吧？这样，其实搞不好人家油箱那样子还是比你正啊，不可以哦。莫名其妙，我觉得山崎凛根本就是嫉妒吧。他其实只是嫉妒油箱，即使肿了之后还是比他正，然后就说坏话。你真的很可恶哎，山崎凛这个腹黑妹，嘿嘿嘿嘿，啊，那腹黑的妹子，醒来了。啊欸，头好痛！看这群人每次都找借口头痛，很机车欸。啊嘞，我睡着了吗？啊，林塞太郎，哦嗨哟！啊，早安早安，你们两个在这儿干嘛呢？欸，十六延安，乌六，好，又用了理性的 Q， 一酷我一代，乌一定，那你苏诺达又掉一去哪里？林啊，你在干嘛啊？突然莫名其妙的。口技能 save 的，口能苦受很大压力。这些台词啊，你这个变态家伙！いきなり人の口の knife 使って、哦，使えてくれますか？けだ，就说这是这里的台词。你突然拿着菜刀追过来，搞屁！啊哈，我追你？你在讲什么屁话？啊，你不要给我装傻！你昨天你在房间里面，我都知道你在房间里面你在干了什么啊！你的那个垃圾箱里面还有那个东西呢。喂，你住手！别再说了。其实我昨天也在房间里。Yuta， 你还好吧？没受伤吧？你刚刚昏迷倒下去了。喂 ，Machite， 真的假的 ？Oh my 啊！你昨天啊看起来就已经很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Ogashiga de soga， 奇怪。对了，北村尼 Oreni ni mo， 我什么都没。Sorry 啊，哎。想不太起来了，我在找地图，然后之后就想不太起来了，好怪。Yuta， 西巴拉库口克的亚松德路友，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找地图就交给我汉林了。你在好之前，你就先别乱动了。啊，瓦路伊娜，不好意思。啊，现在稍微冷静一点 ，Yuta，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吧。啊。Cetaro， 那我到外面去找救援吧。啊，啊，就说在这种地方一直被关在这里，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发疯的。啊，在山里面走一走，也许可以找到那个村落，可以找九人来帮忙。你在想什么，笨蛋？啊，我都会迷路了，你一点方向感都没有，你做不到的啦。
无限啊，吵死了啊！总之在这里找地图，我没办法先找地图啊！再这样下去，邮箱它。邮箱还有在这边干的一样啊，反正说你呀、啊，你笨的要死，你只会在山里面迷路。你去，我去找啦，你不要给我添麻烦，臭猴子。嗯，啊，我去找地图，你去旧馆探探啊。你如果考虑什么乱七八糟事情，就砍你哦。嗯，那个臭秃头居然敢我给装模作样的命令我。我才没办法接受呢！不管了，我就是要走，一定就算雾很大，一直走总会走到的。你看，就这种人吗？拖油瓶战犯、你以为你有念能力就可以当战犯了吗？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真的是哦，这些年轻的小女孩，走吧。啊，这边其实都跟昨天街一样，只是有点不。昨天这里的女主角就已经坏掉了，对，昨天到这里的时候女主角就坏了。呼噜噜噜噜，看我明明知道会出来，还是会被吓到，这是安整。应该是，其实现在还没有讲明，对，我们就继续看吧。对啊，这边大概就应该都跟之前一样啊。如果不一样，我再翻呐、啊。如果一样的话，我就不翻了，我们节省一下时间。因为等一下如果结束早的话，我可以跑一款小东西，因为那款很短。对，那如果结束来得及的话，我们等一下可以跑一个小东西。啊，那不行。那不行啊，那要常态性啊，一次 pick 不行，一次 pick 的不行，对，那要常态性400才行啊。什么东西哦？等一下看看来不来得及吧。应该是可以，因为那款很短。哦，其实我们今天就从这里接的嘛，对不对？我们记得我们今天好像就从这里接的样子。哦，其实很快耶，那这样真的很快耶。嗯。没关系，反正这款，不过今天其实已经有一点就是快结束了。漂亮的人鱼哦，没有呢，有GG的人鱼啊，有丑丑的人鱼，大概就跟那个什么差不多吧。那个你有没有看过伊藤润二有一部漫画叫做《鱼》，跟伊藤漫画里面那个长得差不多。可是那个卡通版就还蛮好笑的，对啊，动画版不恐怖了，动画版整个差太多了。啊，那个广告看大家要不要点啊？那个你们点了，我可以有0.0002块，我要再重复一次，不强迫，好不好？你们点了一下，然后那个广告点了，然后等下面什么都不要按，然后可以等那个右上角，然后等那个 skip ad 按下去就好了，对，什么都不用想。又不用按，就等右上角到那个时间倒数按 skip， 哎，中间什么都不要按。反正伊藤润二的东西都没什么内容啊，伊藤润二的东西结局就莫名其妙了。2002，现在知道我们过得多么的辛苦。喂，查水表啊，喂，付钱啊，混蛋！
那广告就随便乱跳的，对。如果家中有爸爸妈妈的话，小心一点。因为那广告我明明选全年龄，可他还是会跳一些奇怪的广告，对，所以就小心吧。对，特别倒数完一个 skip ad 按下去，倒数完会有一个 skip ad 按下去，然后就可以关了。哎呀，好像快一块钱了吧？我记得之前点了半天，好像已经0.1了吧？哎，我突然想到了，这老爷爷长得很像那个阿尔卑斯山上的那个少女那个爷爷啊，让我想到那个小豆豆，想到这天给你看了那个，哎，那种站起来，那个谁是站起来啊？美金啊，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不是那个女主角，那个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的？啊，不是小莲是女主角，我说坐轮椅上的那个。啊，克拉拉站起来了，那个超好笑的，那个谁也站起来了，爷爷站不起来，爷爷加油，爷爷也站起来了，他在讲那个四格，不知道有没有谁有看到那四格，那超级好笑的，有没有人可以贴一下？因为我现在找不到那个贴，如果人找到可以贴一下，那图很好笑。爷爷已经老了，爷爷加油。那超级好笑，爷爷加油！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这小时候看有没有找一找。哦，有人找到了是不是？我再让我再笑一下，不好意思。还是很好笑，敢不敢看几次真的都好好笑，真的不管看几次都超好笑。可是 YouTube 现在延迟太严重，之前雨根有试过，所以我们大概暂时不会让 YouTube 的，真的很好笑，看到笑到快抽筋了，还有够经典。没有 ，YouTube 主要是那个时差太严重了，对。我觉得爷爷加油那一句最好笑，看爷爷加油那一句有白痴的。我也不知道。哎，我还没有拿那个齁，那个啊，不过我这样好像还不能拿 hammer 齁，因为我记得 hammer 要那个怎么拿，好像好像还不能拿到那个。拿到那个 hammer 的样子，我刚应该先调查的，这样等下多跑一趟，有点麻烦。这里吗？对啊，我应该先去调查那个，这样我等于要再多跑一趟，讨厌。拿菜刀，嘿。那就熊太跑哪去了？我要在这边。那我要先调查这里。嗯，然后这边等一下要下水嘛，我想起来了。他头上有个皇冠呢，好可爱哦！你们看，他头上有个皇冠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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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他不会死的，超猛。
turn A turn 给空酒月光蝶。马里奥的 BGM 是吧？我这跑不掉了，这一定会被抓到，这没差，这不会。哎，快了，快了，很快就结束。帮马里奥，你们说水底下音乐是哪一个、欸？我大概知道怎么，就是有点那个很，就是有点很柔和的那个音乐，噔噔噔噔噔，我不会唱，算了。然后、啊、我们现在要去哦，我知道了。然后这边就要先把那边一卡啊，这就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嘛，就我们今天最后在卡的那一边嘛。其实我们今天到这边就剪快了。我那时候没有把那个下面打开，对，要把这个要先打开才行，然后就可以才可以回去回收那几个东西的样子。我觉得这边好像没有什么吓人点了哈，应该没有了哈，我应该不会再被吓到了吧？然后锅炉室是要拿什么？先去锅炉室。可是我记得另外还有两个东西要拿，不是吗？哦，想起来了，还有一个东西。聊天室什么？连天室崩了？啊，崩了吗？没有啊，聊天室很好啊。また次哦，你是说？哦，没差啦，反正现在只在回收结局，就随便了。对啊，正常啊，反正要回收结局，现在我也没什么事做啊，就只是回收，只是在 run 这些东西而已啊，你就慢慢聊吧。哦，那只是我用的那个一个那个叫什么语音程式啦，这是我的一个语音程式。是啊是啊，就主要是不是 Win 7，那是那个土哈的兔的那个语音程式，土哈兔的语音程式，对对对，我那边有整套土哈兔的语音程式的资料。啊，有想要的再写个 email 私下跟我拿吧。啊，我这边好像还有能登的那个语音包吧。Seven 娘以前有，可是后来好像不知道被我丢哪里去了，因为 Seven 娘后来就没有再用。欸，你跑过一遍啦，对啊，看你啦，不然。
奈奈你是要看是哪一种啊？奈奈也很多种啊，就写 email 吧，反正我现在没有 email 啊。哎，瓶子里面有药，这是什么？杀虫剂还是什么？杀菌剂？哦，他说是杀菌剂耶。他说这个墙面纸写的是杀菌剂，为什么？个真六水。好啦，好，等一下有点恐怖哦。哦。嗯，死一个星期哦，有点惨。我是没有死那么久，我就刚换的时候就死过一段时间。啊，我们先收那个，我们先收那个青太郎居居的结局。对，我们先来回收青太郎居掉的结局。没有，这次不一样，因为这次是另外两个活的青太郎居居，这又是一种。摩 K K 183打出了摩 K K， 好，我们等一下四个啦，其实是四个，就四个。对，基本上就是你先看邮箱熊太有没有死嘛，那邮箱熊太有没有死，然后底下再各分两条，就是他两个分歧嘛，这边一个，然后这边一个点火，所以就是二乘二四个结局，你就这样想嘛，点火那边一次分歧，然后这边等一下一次分歧，所以总共就是两个乘两个，然后就是四个分歧这样子，这样想就好了，这样想就很简单了。其实并不是他批破，而是我们用了超破坏拳。某给给，你们那么喜欢某给给，你们这些人哦。对，就是那两位没死的状况，没错。没有，这条不是八百比丘尼，因为两个人，那两个人还活着。这只是七百比丘尼，那不能跳对话有点麻烦，就是。
没办法啊，你看我们玩那个追怀的比利蹦隆蹦的时候，也要再拖他手表了。我们在玩追怀比利蹦隆蹦的时候，那剧情更长哎。虽然追怀的比利蹦很多地方可以跳，很多地方可以跳下去。你来了！这是什么？怎么会有血？而且一滴一滴的。喂，你啷个打的？怎么了你？你怎么会坐这边呢？青贼太郎嘎心的，青太郎死了。啊？喂，こんな時に冗談やめろよ。なんで青太郎が死ぬだよ。哈哈哈！你开什么玩笑啊？为什么青太郎会死呢？肚子被斧头刺了，然后他说这样子死太丑了，所以就跳进池塘里了。追环很难，好不好？追环难死了。马萨卡怂呐，怎么会？青太郎他来借把手借给我。哦，青太郎，我握不到他的手，他就在水里沉下去了。我真的有伸手，可是他，ごめん呢，セイタロ，对不起。你，来站起来，你有地图吧？绝对会找到地图，我们一定会逃出去的。大丈夫，絶対で帰るよ，绝对会回去的。ユカと三人でさ，追油箱，还有我们三个人一起，所以别哭了。掉了。他们俩一看起来就很傲娇，好不好？你不觉得吗？好，又要展现我们那个强化系的能力了。呵、啊，安安，我们快收了吧？快收了，在这个结局跟上个结局应该是结20分钟内吧？看最后结局多长。哎，锁上咯，这次不一样哎，锁上了，你看，哈哈，哈哈哈哈，难打哟，居然锁上了。菩萨天将呢？开什么玩笑？给我开门！这里到底藏了什么？ニクトモカ、ワタシたち、逃げそうでしてないから，人鱼什么的，逃不了我的，没办法逃走，所以我才去找了地图。ずっと、ずっと続けて。我绝对要，绝对要。青太郎がやってたから，你居然把青太郎杀了，青太郎死了，但是你却为什么不开门？好不容易有地图，还有房子，快来！好不容易到这里，快开！拜托你快开！我要回去。谁太郎的雅库索古，我跟青太郎约好了。哦、oh。
お前そんなどこにいたのか？哦，林，你在这里吗？なんか風が出てきたな。你突然就出去了呢？啊，这有好大的风呢，搞不好等下会下雨也不知道呢。来，进来休息吧。啊。不要背对他，不要背对他，快转快转 ，Say Taro， 快转过来，哎 ，Say Taro， 啊 ，Say Taro， 金太郎在那边呢，哎 ，Say Taro， 金太郎，你在说什么啊 ？Saki Oh My， 你刚不是说金太郎去了池塘里吗 ？Oh My Koso Nani Yudai Nayo， 你在说什么啊？好的，你看。就在池塘的对面啊，啊，只是雾太大了，看不清楚而已。嗯，金太郎不就在对面吗？金太郎，我马上过去喽。ごめんね、おといて君は行きじゃまで，就说我把你丢在那里了。喂，威利，都是当太郎，你干嘛？振作点。そうだよな、セタロ。太好了呢，金太郎，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在沼一个人在池塘里面，好寂寞哦。现在我来接你喽。你 ，Yuta， お前は Yuka と帰って，你跟邮箱回去吧。私もダメみたいだから，我好像已经不行了。ごめんな。你，あのバカ、なんやって。おい、你、待てろ。今助けた。まだ今日赤。アンダーに美しいものが美しいまま、美麗的东西就是美。永遠的秘密、永遠の秘密は、永遠の秘密のまま、永遠的秘密、就让它永遠的秘密吧。それでいい、这样就好了。小智吧，秘密之秘密。好啦，跑真结局啦。好，最后一个吧。哎，我刚好像有是不是有存另外一个？看一下。好，不行，这个没了。好吧，就那个老头吧。老头啊，一定是老头啊！哦，强哦，要再一遍了。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女主角多强，根本就是李星直传弟子。啊，现在就要出院的啦，现在就要跑最后一个了。搞金元的诅咒是怎样？一个一个下去跳水饺。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有多猛了。你酷，你别瞧不起我，我出了减 CD 鞋，我的 Q 才能那么快，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新太郎，哎，没事吧？不行，这家伙昏迷了，我连 R 都还没放呢。谁太郎？啊，你 Q 怎么 CD 那么短？到底为什么？我擦，再 Q 一下。你干什么啦？就跟你说，你 Q 为什么那么短？当
当然咯，我出了 CD 鞋，又出了残暴之力，我减 CD 40，我还买了个蓝金链，我还出了一个蓝 buff， 当然快啊。哦，对，我应该先啊，再 Q 吼。斧头啊，对了，我刚刚想说装模作样装一下欧拉夫，打个上路，结果被你踢爆了，可恶。都是 JG 不帮上，可恶，都不来 gank， 人家都 gank 四次了，你都不来，怪我咯。走吧。JG 都不帮上，好像要干嘛？起来了，好，这边要把它读完的，有点长。不能，斧头不能拿，斧头没有用。啊，就是真结局啊！我们现在就是收真结局了。其实你看，知道怎么跑还蛮快的。你看看，强化系的力量，不过是一艘船罢了。我拖。看我反正真的很扯，插眼，可是 W， 可是你那个还是要先把它踢过去啊！你插眼没有用 ，W 只会自己飞啊，船又不会飞过去。你存个档好了，虽然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了。双截棍不能玩，没上锁，进去吧。怪物，反正都跟他一样，不是，呀，吉嘎物，不对，西泰塔是尸体，女孩子的尸体，尸体，无受打扰，开什么玩笑？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尸体？而且尸体不是会腐烂吗？只是单纯的尸体，哦，不是单纯的尸体，而是尸蜡，尸蜡，嗯，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跟那个跟空气隔绝开来，菌不会繁殖，也不会腐败的尸体渐渐凝固起来，然后也不会坏掉。これでわかったよ。人魚転生術が何なのか。这样我终于明白了人鱼传说到底是什么。我还不明白，你快解说一下可以吗？哎，俺たちが人魚転生術を信じない理由だなんだ。我们之所以不相信人鱼传说，理由是什么呢？诶，索利亚，因为当然是因为人鱼不可能存在吧？对，没错，正因为人鱼不会存在，所以我们才不会相信人鱼传说。那么人鱼，那如果不是人鱼的话是什么呢？啊？如果那个传说所出来的不是所谓的人鱼，而是普通的女孩子呢？
假设哦，如果是今天住在山上的一个男人，在海岸边见到了一个美女，然后比如说是海女吧，那么正在洗澡之类的，那么那个男孩喜欢上了那个女的，就把那个女的抓了回家，带到山里去。然后呢，因为那个男人喜欢的是泡在水里的女人，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女的塞在了水槽里面，每天看着她。那么居然常常泡在水里，那个女的体温就慢慢下降，最后就死了。然后呢，这种痛苦就如用绳子那个勒死了一样，身体慢慢冷，也出不了水面。所以说，这些尸体就是得么嘛得得，但是可是为什么这边还有尸体呢？难道说还存在吗？但是不可能人鱼还存在啊，而且还有五个呢。一般来说，水尸体在水里泡一个月应该就会烂掉了，那么死啦，在一般自然的条件下是不会产生的。但是这里的尸体并没有，等一下，这要看一下。哦，但是这里的尸体损伤太少了，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死的瞬间才开始尸蜡化的。对，他刚是说这里的尸体伤口太少，绝对不是在死的时候才开始尸蜡化。你说尸蜡化，所以你呀、啊。刚刚不是看到了旧纸片吗？上面不是写说防止那个菌生长的药，对吧？也就是说，他们是用这个东西来做出尸蜡的。哎，也就是说，他喜欢的是这种肥肥膨胀这么丑陋的形态，他爱这种状态。咦呀，倒不如说他爱的就是这种状态也不一定。他爱这样的尸体，有的吧，也有这种嗜好的人类吧，性癖每个人都会怪怪的，有些会有异常，有些人不可能一般尝试而言，别人也不方便说什么。也许呢，最初他把女的死了放了就不管就好了，但是当他发现那些尸体并不会腐坏，就发现这里好像有什么办法，就是可以在这边有什么计策，也许这就是他的目的，也不一定。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人鱼作祟，附近村子女人消失的事情，也就是一个人不够。这个房间的管线看起来是延伸到锅炉似的，也就是说，它持续的不断把药流到这里的水槽，然后呢，药越做越多。这里的女人，恐怕对土田家的男人来讲，都是欧菲利亚吧。他爱的是这些可以泡在水里面、可以让他观赏的对象，也就是说，在那一侧的人们。啊，太恶心了吧！就为了这个理由，把那些人给……これが人形の正体でわかった、わからないのは。这个也许就是人鱼的真相吧，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人鱼传说的秘密也就是这样子了。哦，所以他们被骗了。哦，所以他们那时候信说那个被骗就是这样的意思。哦，那打女人，土田家的女人啊。就是说他们把女人抓过来，也就你知道土田家的女人吗？嗯，他们憎恨那些男人，所以他们自己被变成人鱼又很害怕。所以说他们才做出了人鱼传说，不让人们靠近这里，至少不要让外部的女人再牺牲了。哦，所以人鱼传说是逃出这边的女人所制造的那个话题，为了不让别的女孩子再靠近这里。哪路后头那，原来如此，看来人鱼传说这就是真相了。但是我该得口头口头得南大卡希托村大友。但是我还有一个东西所不清楚，那也就是说，邮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回去吧，领。
总之就是说找到了地图，不要离开太远是首先要素，就来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吧。刚那句看不太懂，反正大概就这样，差不多意思了。亚美泰库勒，住手！我来玩，我卖他几个啦！哦，我不知道你们的事情啊，让我回去就好了啦！拜托，求求你原谅我们，放我们走！此吉尼，开启的，还给我！什么东西还给你？此吉尼图？そうか。お前らは人よでも何でもない、たたと女なんだな。对了，你们不是人鱼，你们只是普通的女孩子，你们一定也不喜欢这么丑陋的样子吧？私、何かしてやる，我会做点什么事情呢？我要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拿铁锹敲爆你们吗？啊，我知道了，没有，这次全活。有药，我们拿双节棍把人敲爆。哼哼哈！そうだ，有这个的话，啊，你要把它埋起来，这个洞穴。对，这个双节棍就是拿来爆炸用的，它上面是这么写的。可是导火线太短了。这样子没有时间逃，会被埋起来的。你在想什么 ？Demo， 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也绝对不要那样子活下去，太丑了。我要回归到自然里，一定希望有谁可以救我。塔农布，拜托你帮我了，青太郎啊，靠，点线就交给他哦。啊，你可以青太郎站外面，你点好线，然后再用 W 飞出去啊，那么简单，打一打。但是，那、啊、总之是把导火线接上去了。那么我们大概有十秒的时间可以逃，我们要逃出去哦。哦，你在上面等我吧，我也要在这里。拖油瓶，等下他又跌倒了。不地，啊，是我说的，我不能全部交给你做。瓦嘎达，我知道。没有啊，因为他们要确定要炸，不能炸洞口不行，他们要把那个什么也炸掉。我也不知道哎、欸。二一 ，Go！ 哎、欸，干嘛卡住啊！不！啊，还好。地面沉默了，这样子就永远埋在地底下了。林，都是他，怎么了，林？啊，你现在是怪我喽？你现在是怪我是不是？怪我喽？啊，你没受伤吧？哎、欸，哦，有点粗勇哎、欸，你不觉得长得有点像窝精吗？你看，穿一件那个短背心，然后有个头发，你看很像窝精嘛，应该是窝精的妹妹吧？啊，窝精灵啊，窝灵，窝精的妹妹，泪，这不是我的泪，阿塔凯，好温暖，这是那些人们的。比斯吉不是操作器吗？我怎么不记得比斯吉是操作器啊 ？Sunday 啊，居然有了这种展开。嗯，令。哎呀，小智出现了。吉吉，老爷子。那些东西都被埋在地底下了吗？苦骚吉吉，混蛋老头！铁妹，你呀是知道这些事情才把我们带进来的吧？
You know what？ 人鱼害怕我们这一族，他因为恨我们，所以不会跟我们求助。所以说要帮助他们，只能请求你们了。啊？主动吗？等一等，等一等，我已经等你们好久了。你们这些什么都不知道外来者，什么？纪赏伊亚土田，请你告诉我们吧，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家的送电停止，然后把我们让我不让我们跟外部接触呢？啊 ，so this， 没错，你一直都在部落吧？我去那的时候你也在吧？啊 ，so this demo， 没错。姐妹，那你到目前为止在干嘛？你们这些混蛋啊！你们平掉他们不就好了吗？人鱼害怕我们，一直到现在都不会跟我们求助。你说你现在怎样？你现在 NPC 就对了，你就只会这一句是吧？人鱼害怕我们，然后不会跟我们求助。我的祖先害怕我的祖先们，一直想说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们清算，所以就平掉他们。放了这个石碑也是希望有谁可以救救他们，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放开。愛しているのですよ、私も。我也爱他们。那个丑陋的姿态，那个样子，在那个世界的那副样子，好美，人鱼，太美了。说几句，我要叫警察喽！有事的，啊，放令住手！那些女孩子们好多年前就已经死了，现在也没有时效也过了，而且也不是这个家伙的错吧？雾开始散了。啊，刚刚我已经把国道的地图交给了熊太。你们现在就可以很容易的下山了。那土田，你要怎么办呢？我啊，我就把我剩下短短的这一个人生拿来悼念他们吧。就是为了那些因为我们的指望，就是我们家族的男人们而死去那些人鱼，为了我们家族。Yuta， 哦，林 ，Setaro， 林青太郎，哎呀，你听哦，听我说，刚刚引擎可以动了，啊，然后刚刚那个叔叔也给我了一个地图，你看，啊，我们可以回去了。Yoshi， 好了，犹太熊太，那我们把邮箱带出来就可以走了。哎，等等，啊，叔叔说要给你们，爷爷说给你们个谢礼，要给你们谢谢，啊，刚刚已经跟他说过了，没事了，好，走吧。哟下，太好了，终于可以走了，再三十分钟就可以下山了。Yuka， 我要跟那位爷爷道谢 ，OK， 谢谢，有个人道谢。林，阿雷，我大西，哎我 ，Yuka， 然后因为太激动，然后车子就翻车了。啪啦嘣嘣 ，The end。所以最后还是死光了嘛？哦，没有啦。之后呢，就到了山下的医院，那邮箱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啊，邮箱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觉得好冷啊，好冷这件事情。那么熊太呢，之后就换了一台车，这次买了一个什么 Nabi 的车，什么意思啊？反正就买了一个车，然后就很努力的打工。总之，接下来一定要怎样就对了。那青太郎开始不叫我猴人了，开始叫我猴人，不叫我山猴了，就算升级吗？そして私，然后呢，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在冷冷悲哀的水中的那个梦里了。終わり、水の中の夢。
油箱水肿是诅咒啦，嘿，油箱的水肿是诅咒，那个是诅咒。那被枪打我就不知道了，被枪打应该是爷爷吧，我想。油箱就是被诅咒啊，就单纯的是被那些死人诅咒啊。熊太吧，熊太自己敲的吧，自己敲就太大力打到自己了。啊，就是那个绘画的作品啊，《欧菲利亚》看到没有？不错啦，我觉得这一部还不错，对，还不错，因为最起码它的爆点算蛮大的，对，它最后结局没有猜到啊。我做个总结，做个比较简单的总结，对，就是有点像是说，我这样讲，我想要怎么总结比较好 ？OK， 就是那些我想要怎么解释？OK。就是土田家族基本上就是有炼尸癖，他们就是很喜欢泡在水里的尸体，所以他们从以前开始就有在收起那些女人的尸体，然后把他们带回家里面，然后关成那个样子。那可是呢，那些尸体常年累积下来就产生了很严重的怨恨，可是那些尸体呢，他们又不敢说，又因为害怕土田家的人，所以不敢报复他们。那所以说，他们就是说不敢跟他们求助，可是他们又想要获得解放，所以等于说就是说要解放这些人鱼，必须要经由第三者的手来。那也就是说，主角他们就是等于是被人鱼带到这个地方来，那人鱼就是利用他们来解救自己。对，也就是人鱼是利用主角群来救他们自己，就是最后炸了之后把他们埋起来。那为什么那个老头不自己来？因为是老头，他说他也是流着土田家的血，所以他也很爱那些那个人鱼，他也没有办法去杀他们这样子。对，大概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啊。对，然后人鱼传说是为了不让那个什么。就是不让有更多牺牲者在这边出现，所以特地放出去的。